善宇终于鼓起勇气和秀仁告白。사랑해요더이상순씨에대한내마음속이고싶잖아요然而秀仁的过往和智勋的存在让奶奶强烈反对。제가사랑하는사람은수인씨라고요내눈에흙이들어가기전까지는수인은안돼절대로안된다难道善宇跟秀仁真的无法幸福吗？敬请锁定爱尔达影剧台355频道，周一至周五晚间7:30，全台首播《那女人的大海》。